用十三讲，我是玲玲，欢迎来到玲玲爸爸吹头去。要开箱啦！哦，好，用十三讲，我是玲玲，欢迎玲玲开箱去。我是林老虎。对，今天那么多台电脑了，还买？这个是荧幕，电脑荧幕，34寸。原本我双十一我要买一台4K 曲面4K 荧幕，就找老半天，只剩三星的有一台可以买，15,900，可是它也没特价，它又不能闭。气不不。然后它又不能闭挂，所以最后只好我去求钱，本来想说买4K 就好，不要曲面。后来想想没有曲面的话，买这荧幕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屌。而且这荧幕可能要用很久，就买台比较生气了，就买台比较屌的曲面荧幕好了，就决定选曲面荧幕，然后不要4K，就选这台2K Acer 34寸2K 曲面荧幕，然后12,888，打完93折是除此以后有7%的回馈，打完93折是1,200,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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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
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，减掉一百块迟到，所以算一万一千八，11885。他迟到11885，他迟到了78小时，真是。第一天、第二天都没出过，等到第三天。晚上，下午才出，昨天下午才出货，昨天下午才出货，然后今天下午终于到了。流感疫苗。那我们来开箱了吧，因为我里面那个仓库太，工作室仓库，你们那间他们说是仓库，仓库太小，所以只能在这边开了。那再介绍一下，萤幕支架，萤幕支架呢，这我前天买了一个799的，还不错。后来要再买，晚上要再买的时候，他已经没特价了，没有双十一特价，只要买这1290了，迟到，这个没有迟到，1290打793折，算了，等一下一起来装。哇！超死了！对不起。哦！这怎么拿起来的？看你可怜的陪你。好，你帮我把纸箱扶着。很大哦。它的掉下。你看，这么大。34寸，然后。先简单一点，这是我是看你可怜 DP 线吧，这是 DVI 的线，它都有是不，这是 DMI 的线，这是电源线，哇，怎么这么多线？这个是也是 HDMI 吧，送两条，对，这是喇叭线、音源线，我们有没有好音源？有不？有啊，说明书。好，等一下，这是底座。好，我可能不会装底座哎，那底座要装吗？哇，这台装起来会蛮高的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买那个壁架那个壁挂的。这怎么装呢？这一块是那个壁挂用的哦，壁挂用的。送的壁挂架，这个是7.5x10mm， 7.5公分x10公分的壁挂架。对，这不用，反正一般壁挂架都会有两种尺寸让你装，所以它只要把它合上去就好了。合上去，螺丝锁上去。有看没有懂？好吧。
进去了，进去了。我求你啦！啊你，你刚才说你没有要锁，啊你干嘛还进去锁？我就没有意义呀、啊。这有点高，对不对？他这会找不到滑鼠。哦，这可以调低好。爸爸，这会找不到滑鼠。21:9的，或是4K 的萤幕。4K 是自己开心的萤幕。什么叫让自己开心？对，做完后看起来真的蛮爽，所以后来决定还是买21:9的。21:9看起来会比那个4K 的还好。我们21:9就不要看上面这个，上面这一排不要看，这就是21:9 LG 34寸那一只那一个台的大小。可是还是会看。如果要看4K 的话，我们就看4K 三星的萤幕是这么大。丢掉！哦，它最高可以这么高，那上面怎么没有一层膜啊？最低可以这么低，其实它不用壁挂架可以，但我觉得它还是太高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我希望再低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跟之前我量的21:9多差多少？哎，比我之前量的21:9还小台，还扁，然后长度也比较扁。没有那么长，也没有那么高。好，这萤幕看起来就爽。哦，我现在找个影片来整理工作室的影片好了。其实主要是剪片用的。两个萤幕。看起来应该有比较爽，好像也可以。再等一下拿个键盘过来，椅垫放到桌子底下，然后先上来，然后键盘接上来。好，先这样。哇，好酷哦！很酷啊！不要摸萤幕啦，你上面要有指纹。虽然骗人节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哦。